全新都会耽美影集正式开镜，由大咖演员孙庆月、毛奇生、萧红领衔主演。剧情描述菜鸟秘书遇上脾气难搞暴躁的大老板，在生活中擦出火花，一场充满粉红泡泡的追爱之旅。我自己也有在看BL 的作品，然后像我很喜欢看漫画，然后我也有涉猎一些 BL 的漫画，然后我觉得 BL 剧其实也是我一个很想尝试的一个剧种。孙庆月踏入 BL 圈，坦言算是突破，甚至好奇和男生接吻是什么感觉。男性的嘴唇啊，我会跟他接吻的话会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因为我很多身边有些朋友就想要拉我出柜。说到这，演员萧红透露在戏里陆续亲了五个男生，演员之一的毛奇生也热烈加入讨论。我们试镜的时候是真的有亲的，有吻戏，然后我也没想太多，然后我就发现，就是亲起来好像比女生听起来的感觉还要好哎。毛奇生曾经在中国担任多部偶像剧的主角，不过这回挑战 BL 剧也让他做足功课，不仅观摩小说，甚至跨国际泰国、韩国等等各地的 BL 剧都让他钻研的巨细靡遗。另外，萧红也提到参与这部戏的最大初衷。爱，我觉得它不分性别啦。因为我们爱的东西是对方的灵魂，而不是你的躯壳。一共会连续制作四部 BL 剧，让观众一次看个够。三立新闻王胜荣、吴佳宇台北采访报道。